一包包青菜新鲜上架，关系小农在地生产的有机蔬菜，不透过中盘商，直接在农会直销站进行贩售，要把最新鲜最健康的食材送到消费者手上。一走进陈山宇的温室菜园，菠菜、茼蒿、莴苣、白菜，两分地里总共22个温室，种了60种以上的叶菜类。绿油油的一片，每一株青菜都头好壮壮，很少有病虫害。因为陈山宇用的是仿森林土壤的有机堆肥种植，干净的红土搭配大量的一个堆肥，堆肥进来的时候改良土壤，其实堆肥里面含有很多的微生物啦，然后微生物在土壤里的作用，产生出来的才是植物真正要吸收的养分。原本从事建筑业的陈山宇选择放弃高薪，现在弯下腰成天和泥土青菜混在一起。因为对有机农业健康饮食充满兴趣，所以选在没有工业侵害的长寿村关系开启有机农场。而这样的无毒健康蔬菜，更透过新竹县农会成立的直销站，让农民自己定价格，产地直送卖给消费者。我觉得直销站哦，最好的就是说可以直接面对客户，也可以在消费者身上也可以回馈一些资讯。农会有蔬果残留检验室，所以我觉得很放心。有经过检验，让我们的消费者能得到安心的蔬果，保障消费者的一个安全。新竹县从1996年开始陆续成立7个直销站点，今年预计会再增加湖口、竹东、新丰3个直销站。经过农会的筛选和检验，让在地的优质商品新鲜直送，地产地销推广新竹县的好食材。